第二十二题，目前大众对绿色能源的议题越来越重视，因此文明想利用家里的屋顶装设太阳能板发电自给自足，以致在台北每一坪太阳能板平均每天可以发电0.75度千瓦小时。文明房间每天平均使用电器情形如表所示，如果太阳能板所发的电只供应文明房间使用，根据上述资料，文明的家屋顶至少要装多少坪的太阳能板？我们晓得一度电呢就是1000瓦小时，我们的电灯是200瓦，就是0.2千瓦，用了4个钟头，所以它呢耗费0.8度电。那么电脑呢600瓦，就是0.6千瓦，用了半小时0.5小时，也就是它有0.3度电。那么我们的音响呢是400瓦，就是0.4千瓦，用1个小时，所以它有0.4度电。所以我们的总耗电量有0.8，加上0.3，再加上0.4，也就是1.5度电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每一瓶可以发0.75度的电，那我们不晓得要有多少瓶会等于我所需要的1.5度电，所以算出来 x 就会等于2，也就是我们需要2瓶的太阳能发电板。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文明家屋顶至少要装多少瓶的太阳能板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二。